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我在找东西啊。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卫署城自治地015702号，北市卫药广自治地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报道有艺术。嗨，今天报道有艺术，访问的是台湾的钟表学院，好，钟家豪来，家豪你好。啊，你好，哎，季先你好。哎，我先问一个问题哈，这个。时间还是标啊，吼，他现在被挑战蛮多的。我发现很多少年都是用比较电子的东西，没错。好，那你的钟表学院还是以这个比较这样哒哒哒哒的钟表为主吗？对，比较传统的钟表为主，没错的。欸，你看起来很年轻诶。看起来啦，实际上也不年轻了。对。哎，欸，可是这很年轻啊！你这样做这个钟表学院。你为什么会？因为我看你应该是运动表的啊。哦，应该是说有点是意外的接下来这个位置啊。嗯，因为我是跟了我师父学习将近十年这样子，然后因缘际会之下，才由他的训练中心升级到了我们现在的钟表学院。只是没想到就是开了多久没多久师傅就过世了，所以才是我现在就是担起大任啊，这样也是非自愿，如果说起来是这样啊，这样是，欸，你说你是很你是真的很喜欢表哦。对，对表就莫名的情感。欸，可是小男生不是都喜欢玩具吗？可能觉得那时候这个手表戴在手上自己觉得很帅很漂亮嘛，所以就会特别去开始观察亲戚啊长辈的手上戴的表，然后越看越喜欢，然后进而去研究，开始跑表店去看表。那你长得几岁啊？我记得是我国小五年级就开始存钱在买表了啦，那时候买的第一只表也是跟我师父买的吧，精工表。哦，欸，金工是好品牌 ，Seiko。对 ，Seiko，我记得存了好久了，存了几千块钱了。那只表到现在还留着，对啊，就是跟师傅的姻缘啊，也就是为什么之后有机会跟他拜师学艺，就是因为他是我国小同学的父亲啊。对对对。我说，你说立功，你是他福兴国小。福兴国小。哦，哎，你那个表店已经对面呀？对，就在那个北门的一个商业大楼的转角。哦。所以下了课就会绕过去。每天看，每天看，然后每天存钱，这样子，好有画面感哦。是是是，有个小男生，他刚刚快看看，又开始抢机，对，没错。而且那个是很高价的呢，很高价，对那个时候来讲，一天只有50块的吃饭钱，你想要存几千块，可能真的要蛮久的。哇，欸，像以前那个手表很珍贵吗？是啊。啊，那你买了你就每天戴吗？我还会想说，欸，今天有体育课先不要戴好了。哦，因为我记得那只表的表带是那种尼龙材质，我不想要流汗碰到太多。不然就是大部分会放在书包里，也不舍得磕碰。因为太珍贵了。男孩子都是这样了。对，咱听家豪吼，一对那个表爱秀流，你真的会回到以前那个习物啦。没错，习物的时代。好，哦，还是要够解习物，我才听说这样物件就重要哎，哈，哦，好像没有了就没有了这样哈，哦，没错，不像现在说哦没有没有，现在没有了，因为会有新款的，没错。哎，欸，那像是一个少年时阵的趣味啦，哈，哦，那为什么会变成啊去学修理手表啊？应该说研究手表比较表面的东西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开始发现你对知识的那种渴望让你想去动手了。那个契机是我帮我父亲拿了一只他年少时候朋友
抵债给他的劳力士、嗯、去给我师父修、嗯嗯嗯、然后这过程因为那时候其实当然他是我小学同学爸爸，那可能也就是十年没有接触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出社会了，然后我就有点不放心，想说街边的店家有没有可以修这么贵的表吗、嗯嗯、我就提出一个很无理的要求、嗯、我说嗯，是这样啦、哦、老板我可不可以在这边看你现场拆、哦欸、这个也合理、啊、但 我其实刚才提的时候我是很怕被骂、嗯、因为如果是我爸爸，因为我们家是做药局，我爸是做生意的、嗯、我说如果是提出这个要求我爸一定会骂人，就没想到我师父很温柔、哦、他就说嗯，你们不放心是很正常的啦、啊、来来来我拆给你看、嗯、哇那个你知道我在那边一个下午看他拆那只劳力士，我内心之澎湃、嗯、因为我发现哇原来钟表之美它不是外在，它内心是更美的，也就是那个机芯啊、嗯、那 我就更想要知道说它是怎么运作的，我有没有机会变成这么厉害的人、嗯、我也想试试看、嗯、这样当然这中间就是我有问过师傅说、欸、我师傅可以就是成为你的学徒、嗯、他当然是一口答应了、嗯嗯、那期间是因为我还在工作嘛，因为那时候他做珠宝、嗯、到处跑、嗯嗯、然后因缘机会也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件事情有一点暂时不了了之、嗯嗯、之后我就先去学了那个珠宝鉴定、嗯嗯、珠宝鉴定我们看钻石嘛也是看眼力、嗯嗯、就我发现我眼力是蛮好的、嗯嗯嗯、然后毕业之后 GIA 毕业之后我就想到这件事情了、嗯嗯、我想说我应该不要放弃学习、嗯嗯、我才回去开始了我的修表的旅程，这样、嗯、一路走到今天。哎，家好这就触笔，因为珠宝嘛就一两米啊，对 对, 对, 对、啊、就贵重，很靠眼睛的、哦、也真的很靠眼睛，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没错、哦、给小龙伯休想啊。对，后来我才发现我吹毛求疵个性终于有出路了、哦、以前我妈妈都会骂我有、嗯、就是你 有毛病啊，你这古毛，对古毛，就比如说我买的东西上面被碰到一痕、嗯、我会整晚睡不着、哦、我会很纠结你怎么会碰到我的车子之类的、哦、他就我妈说你是假扮雄鹰啊、嗯嗯、之后我就说哎、欸，我发现这个东西、嗯、去看珠宝、嗯、去学手表，嗯，哇，这是出口太合理，出口了，真的、哦、我发现真的、嗯、那就是在找问题，对没错，找麻烦的人我就是在那个找麻烦的人、嗯、所以我就去找这么更细小的麻烦、嗯、就当我学了之后这个症状就好多了，就好多了因为没有不在意这些，就比较不在意眼睛吗，对，已经累了没错天生我才必有用啊，找了一整天的麻烦等一出也回来了，随便了，现在车子被弄到随便了没关系、欸、我觉得那个珠宝鉴定啊，因为贵重物品嘛，所以你在出那个保证书什么是不是也都要很慎重，很慎重啊、哦、对，所以因此我只是学来让自己、嗯避免危险、嗯、但我没有去实际职业去帮人家挂保证、嗯、因为我觉得那个责任真的是蛮大的，对对对对。欸、那像你再转回去说，欸、你对这个钟表有触笔啊，开始有修理。那时候你几岁？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二十五岁左右。哦，二十五，大学毕业没几年，嗯嗯、做珠宝做到一半，嗯，就开始去接触、嗯，后来完全投入。这样，对 对, 對，大概三十多岁，三十三岁的时候，欸，先搞哦。去学一个，这嘛一杯功夫啦，吼。是。超爱寡顾哈。哦，说到这个，真的就很现实，你知道吗？哦、因为师傅这辈子这样子，我跟他十年啦，看到学生来来去去，我感觉就包含我的学长姐，师傅这样二十多年下来，屈指可数成才的人呢、啊。那你说要多久？嗯、有的人他三年就不得 了、嗯、有的人他十年，我都说是十个一年、啊嗯、还没有变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很现实，就、嗯、第一个他
兴趣他到底是不是喜欢、还是被家里逼的。嗯哼，为什么会有人家里逼小孩子学钟表？啊，家里是表店啊，啊，主要表店。OK，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再还有个就是比较生理上的条件，有的人眼睛他真的对焦能力没有很好哦，有的人他手会抖，就像很多很优秀的医生，他没办法开刀。嗯哼，那真的就没办法，他就是他可能读书读得很好，但他要职业他没办法。有些天选之人这样，我会读书，我手又巧。那他就成为主治医师。对，所以这是真的是有一点。所以修理不要把酒喝了。对对对对，你毕竟你还是要出手去修理。你要出手，胆大心细。那因为那个很小啊，哈。对。哎，可是你们不是都有戴一个那个圈圈的眼镜吗？对啊，但是你手眼要协调啊。嗯嗯嗯。有时候看得到，我做不到啊。对对。对不对？就是跟投篮一样，一个道理嘛。我看得到啊，但我要做到那是。两件事情、欸、可是像现在说别人去修理比较抽签的这边换电池啦，是换表啊大啊，那你们服务的是哪一块？我们基本上换表带换电池，那个是师傅最基本的、嗯、当然也都是会有、嗯、然后我们是也会到去保养跟维修机械表、都有做。我觉得嘉豪在这里讲到一个字叫做机械表，没错。你为什么要特别去讲机械表？不就是表吗？机械表它是比较不靠电池的，所以它没有什么电子元件、它相对是很传统的机械结构、那这样子的表的话它是必须要有保养吗、对，要上链，但是它因为有很多机械结构跟轴承的问题、油久了会干啦、那简单来说我们就要去把油换新、那这过程就要拆解、跟洗干净再重新上油、那有时候发条它疲乏了、我们要换掉、对，那这个过程就跟石英表比起来复杂很多，因为石英表它基本上坏掉我们就是换机芯啦、或者说换里面的 IC 元件、相对单纯很多、那所以我们讲钟表技术最复杂的这一块会在机械表这边、好，那所以像什么人叫你搞钢啊、压格啊，哈，他要带机械表，我就带自动的就好，又不会坏。那坏了，我修理的成本嘛就低嘛，对不对？就是整组来电话掉的话啊，机械表是谁在带？机械表，我觉得现在已经偏向是一些收藏家了。他们是比较喜欢工艺本身，已经不是时间准确本身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电子表都还自动校正，然后全球对不对 GPS 它到不同城市、它还换不同时间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热爱这样产品的人大概我在想都是收藏家为主的啦，能投资那买当收藏啦，收藏当然有助理，没错没错，但是因为它要一些基本的保养嘛，没错。好，那像我们这个台湾钟表学院，这个是一个学校吗？是个学校吗？那我必须老实说，因为台湾它我们的学制里面，像钟表的这个课程是没有编列进教育部的教育的课程里面，所以就变我们是比较坊间的师傅在收学徒传承的、这样。那我们也是就是秉持着师傅的精神、看能不能继续发掘人才跟培育人才、这样子、像这样人才 好找吗？必须坦白说非常难找、哦、因为第一个他要有时间、因为你看学个技术，现在好多人都是就业导向，对，他可能说我辞职了，我是不是学个半年一年可以就业？其实我们遇过很多这样 的朋友，比较市场面的人会来询问说、都问说我要学多久可以工作？因为投资时间也是投资啊，就是我就会访问他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修表、就是我们其实看的是不一样，就是说 你觉得你想打职棒，但是我教练看的是说你能不能打直棒？它其实就是一个训练体系，你知道吗？因为它就是
如果你懂运动的话，你就会知道说，知道做到，做得好，做得精，这中间可能是一个月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差别。我有一个学习，原来想你比我不是你要学你就一定会晓的，你还眼睛很好的，眼睛很好的，你还手很准的。对，那这表示是不是我如果年纪大一点也不行啊？我必须说一句很现实的，因为我们最近有开一些体验班，有些社会退休人士，大概五十多岁的人来，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是看不到的，他很吃力。我们已经给他拿那种最大的机芯了，但是他螺丝其实他对不到螺丝。对对对，他们就是他。然后借这个过程，他就说：“哇，你们表示真辛苦。对”对我也就说：“就借由这个课程，你们会知道说，其实看人家打球跟自己拿球棒起来打是两件事情。是是，所以就会对我们稍微比较更尊重一点。是是”今天你留后面，带完了钟表学院钟家豪，我们马上回来。波导有艺术。哎，咱今天现场访问是台湾钟表学院钟家豪哈，来讲到时钟跟手表啊，哎，我们刚好问到说那个现况啊，个要找人，是真的要找人修理啊，哈，传承这个，这个是会越来越辛苦哈。可是因为这个钟表学院概率是第三代嘛，哈，是，那前面两代，他这个是爸爸妈妈传下来，又不是你说你爸爸是药局嘛，对不对？对对对，那他是怎么传的？我师父他是潘仰高，他以前就是在北门那边的商业大楼自己创办了这个潘氏钟表，然后我师父是去做他的学徒，哦，对，那后来也是传给我师父，我的师公现在 还在世哦，对，潘先生现在还在，对，那我师父姓高，对，高明星先生，对，然后是前阵子才因病辞世，现在才传给我了，对，那三代就是这样传的，其实也就是蛮单纯，刚好都不是传给自己的小孩，因为我师父的儿子也是我小学同学嘛，他是很小的时候就直接说他不接，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爸爸太辛苦了啊，因为我师父以前是白天 开店，哼，半夜店门关下来要修表，所以懂的人都会知道说其实技师很多都是熬出病来的，对，所以非常辛苦的，哦，这个辛苦，因为开店不够做母亲，对对对，没办法修表，他才能安静，修理还要爱聚精会神，聚精会神，日夜操劳了，没有休假，所以他很小就说他不要，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明白明白，让爸爸没有的人说，我就是在等你大喊，你说不要，你不等你千万别等我，对，等我，对对，不过等到你啊，像这样子你有需要，你有什么样的任务吗，跟责任吗？任务跟责任，师父生前就有讲说他是希望就是教育可以传承下去，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支持也非常大方的，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我的钟表学院是开在他的店的正隔壁，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时候应该早就在做一个交接的准备了，只是没想到就是说意外来的这么快，所以他对我们的期许一定就是在发掘人才这块不要断，以及他自己有一些留下有系统的教育培训的课程，他也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精进发扬光大，但到现在我是觉得我是还没让他失望，最近开始也有一些帮一些精品集团的员工受训，也有召开一些短期的课程，第一个当然是说当然可以希望可以推广，第二个我也是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人才，那找到人才之后我也希望可以说去培育啊，那因为 这方面是需要时间，对，因为刚刚家豪公可能现在来修理表啊，还是保养表啊，他已经不再是纯使用，他很可能是收藏，
对，没错。那就按我时间还是标啊，他到了可以收藏，应该是一点的忌惮嘛，哈，没错。那他送来了，我是保养还是修理？他期待很高啊，哈，期待很高，对，真的。那你们是怎么因应？那就是用更高的技术去回应他的期待啊，所以我们是不断在精进自己啊。因为像他有些像收藏家嘛，哈，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例如说，像我就听人家讲说，丘比尔有一个满天星，好，还是反正就是很贵，有的表看起来就很单纯，几个标啊嘛，贵啊咋办？什么意思？对啊，这个才贵，贵什么啊？因为他在那个机芯制造的方面，很多手艺的展现，他有些零件的制造啊，或者说装饰，他是需要师傅，他可能花几个月、几年去制作，或者说去手工的打磨，让它变更漂亮，再然后再经由精湛的手艺去组装，才会到一个完美无瑕的商品，到客人手上。那客人他期待我们的回应就是，你可不可以完美无瑕将它拆解，再完美无瑕将它装回来？所以他说，那就我们想了，你业余的跟 pro 的差别就在这里了。我一样能拆装啊，你给我现在有照拍照手机，我拍一拍我就能拆，然后我也能看样子租回去啊。可是中间你留下来多少痕迹，你有点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表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客人期待我们回应他的。你不要，你一定要专业，拜托，我这个表可能1000多万、400万、500万、600万。那如果他不完美无瑕，他还值那个钱吗？哎，那我请问哦，对啊，1000多万的表会是长怎样啊？我可以跟你说哈，你爸爸送你的那只表的样子，三只针男生的，现在有一只表到4000多万了啊。对啊，我打开看过啊，真的是完美无瑕。那个师傅是用他毕生的心血在打磨，在做抛光艺术。在上面它展现的淋漓尽致，得到市场的认可，才会是那个价钱。所以你看，很难想象，对不对？我觉得嘉豪讲到一个关键字，得到市场的认可，得到市场认可，第一个是认可，而且我还付得起耶。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其实，在拍卖市场，这些东西都还蛮有价钱的。可是像这么贵的，总共就这几这么岁数嘛，对。那因为以原厂底下。可是你如果到台湾来，毕竟到高价是能够收藏的是比较有限，那整个的维修链它会不会是个问题啊？基本上现在原厂他们的方针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啦，基本上所有表他们都是要求，很多都是要求要送回原厂瑞士。对，那这一送回一来一往有时候都半年一年，对，然后所费不知嘛。很多客人是说，那简单的不要有大问题的维修保养，他也希望说台湾也有人能做。我有遇过这样的客人，实在对我们很好。他也是就几十万几百万的表，他也都丢给我们。对，我们确实也是需要一些实际的职业的经验嘛。然后来往过后他也比较放心。然后慢慢的我们身边就会有一些客人愿意把一些比较高级的表让我们去做处理。对，像这种稀有这么贵的表他拿来，是那第一你要给他打开了各方面，你会不会找一个就是最怎么样最专业的最资深的？对啊，基本上很多是我啊，或是我培育下来比较资深的技师，我们会亲自操刀啦。基本上那个真的经不起意外。对啊，我常跟同事开玩笑说，哎，我们学院这样子，哎，这只表如果出问题整个学院都赔掉了。对啊对啊，我就这样开玩笑啊。但说真的，现在跟着我的一些技师，他们的心理素质基本上天生都比较好，然后后天的训练，只要上场我们就是专业的，就没有在开玩笑。那这样一个表它修理多久？不一定，看复杂程度跟有没有问题。基本上如果说简单的保养，
一个月内是一定要解决啊。哦，一个月内，就包含我们的一个测试的流程。就我们不是像传统说，哎、妹妹你回去帮我测，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是机器。哦，我们现在都是科学化的在经营运作，所以会有个检测的流程。跑完之后，基本上手表就会准，也会出单据给客人。哦，还有对对对，出单据给客人，就是比较像国外现在的状况了啦，不会说像传统表店啊，都哎你拿回去试啊，不准再来找我啊。对对对，那你到底一次表要回来找我几次？他说你拿回去戴戴看。对啊，那现在客人只要回来第二次脸就很臭了，所以我们也会怕。哦，对，然后我说付你那么多钱了，你要我跑几次？哎，对呀，都很凶哎。哎，那请问一下。哎、我辜负你啊！我的表很贵，我修的很贵，我当然不想奔跑啊！对对对对对，那你到底要我几次这样？对，尤其我们又看起来比较年轻啦，像你们就不敢骂老师傅嘛，但是年轻人就敢骂，你会不会？会对对对，就是说老塞糊了糊了，刚刚对对对对，可笑脸大家都不太客气。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要经得起那个灼热目光的检视啊！是哦，这样。我开始看你的笑脸，我有点怀疑。我就说嘛，对吧？哎，这金建喜杰比较年轻的这个，算是技术人员哈，在面对专业调整的学生，那个年龄真的是一个弱项，年龄弱项啊！哦，啊，你不要啊，喜杰哥就贵了，没错啊。你修过最贵的是多少钱？修过最贵的，大概就上次我之前我刚才跟你讲的那只客人的表4000多万、四千多万嘛，一间厝啊，对啊，所以、他拿来的时候有带保镖来吗？是你们有没有？我那客人他非常低调啦，就他走在路上，你会不知道他整个箱子里面大概1-2亿的表这样子。他有时候会到处跟人家表具啊，聊天啊，对啊，所以我身边也不乏这种客人，就很支持啊。哦，那有时候一个表具坐下来，哇，20-30亿在桌上这样子。哦，啊，也是表具就是有这样子的表的收藏家，对，就很多表，很多表。哦，我只有参加狗具，你养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心情心情是一模一样，对对对对。好，你养那样的狗，你就大家聚在一起的，对对对，一样很快乐，很快乐。同好嘛，同好他们都是这样。那他们收藏的心情是怎么样？希望增值，还是说我都没有关系，我就开心就好？这说起来很复杂哦。有些表具是这样，有些表具他们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他们是在比钱。嗯，像这卡贵耶。对对对对。也有一些表具是比难买。哦，这表多难买哦，我有。哦，对对，我不只有钱哦，我还买到，没有关系的，我还买到哦，我跟那个表示特别好哦，我还跟他老婆聊过天哦，还有跟他吃过饭哦，就你知道，哦，也不是性别歧视啊，可我觉得男人哈，有时候在一起哈，没有这样一下不行，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那个表情，我在旁边就觉得，我有时候觉得我是同个世界的人，对啊，他们一只表就比我整个企业还大这样子。啊、因为到收藏家一定是隆胸啊，对对 对, 對、哦欸、那你刚刚讲难买，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嘛，全公而且这笑脸什么咖米什么多嘛，但是我机械表它的难买是在哪里？它是做的少还是做的少、啊、哦做的 少因为手工表慢慢做嘛，可能今天你心情好你搓两下，明天不好不做，因为跟老婆吵架啊，一年可能做一只表，啊，后面订单100张，他可能这辈子根本就 不缺单了，他说、哦、你们等好了，反正我一只表就400万了，哦，反正我一年一只也可以过，我两只也可以过啊，哇，啊，有些表师他就是想要脱离体制的人，你知道吗？因为瑞士的产业是他是其实你要想他是生产线嘛。假如他今天不这么出类拔萃的话，他也只是产线上的一个作业员。那今天他有天赋，他自己出来创业，我会做表啊，那刚好你们喜欢，那、你听我的，就跟你们求以前求字一样嘛，有些什么求字要求话要等多久，要三顾茅庐，要请他吃饭，其实是一样的。从古至今，我认为艺文圈是不变的。艺术家脾气古怪，想买的人有钱的要死，有一堆，
对、哦、买到人就很骄傲、嗯、买不到人就很哦、嗯、然后那个东西越炒越高价值这样对这样炒这样的话像这些表情要保险吗要保险吗好到目前确实好像没有保险公司在承接这种东西啊对对啊，不可能啊，因为这个太那个、啊，因为这价格太虚幻了。对对对对，哦、那因为我做珠宝业，我知道、嗯，保险公司可以保是怎样？它你要有固定的空间，嗯哼，你还要遵循我的 SOP， 是你每天要收到我指定的保险箱，嗯哼，你每天都要录影、哦，对，这个我才能保嘛。嗯、你在那边带来带去，我怎么保？你还跟人家去表具，还表具，到时候整场被人家抢了，还在那边炫富炫公司。对啊，那整个风险系数太高了嘛，是是是我怎么算都没办法。是是是对啊，那我跟你说，你四千万的表，我一年跟你要一百万，你不可能给我啊。嗯嗯嗯，对对对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嘛。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台湾钟表学院哦，我觉得第一季的，但看起来，哎、欸，这个表啊啦，起金是一个。较少去，甚至有时候没落的市场里面，可是你看到一个它的价值，好，那因为有人心中这个价值，而且消费得起，好，所以是撑起了一个市场在那边，对，另外一个市场，嗯，比较顶级的市场，对，一般人比较少接触到，对。所以我们今天是长见识，有一条表要四千几万，你看，而且还没有办法保险、啊。没错，可能我们身旁有一个阿伯挂一个想要害人家，搞不好他想要来这里投一两亿。好，我们今天谢谢嘉豪接受我们访问，谢谢你。好，谢谢谢谢。报道有艺术。